Adesso è il momento del rappresentante. 好，下面要出场的是芬兰选手。Next stage representing Finland. 诺曼卡里。短节目之后排名第23位。本赛季他的自由滑音乐来自于芬兰哥特金属乐队的夜愿。
芬兰选手洛尔门卡利。那么他也参加了之前的温哥华冬奥会，但是短节目没有能够发挥好，所以也没有滑进最后的自由滑。刚才的这一套自由滑的问题就很多了，大部分的三周跳都跳成了两周，而且整套节目当中只有一个连跳，原计划要做的三串连跳都没有做成功。男单自由滑24位选手分为四组上场，那么是按照他们短节目的成绩倒数，就是倒着序出场。我们现在看到的男单第一组出场的选手是在短节目之后成绩排在第19到第24的这六位选手，那么这六位选手的出场顺序在这组当中的顺序呢又是抽签来决定。关金凌是这组当中成绩最高的一位选手，但是呢抽签呢决定他是第一位上场。好，回放中我们来看一下他的，这是一个起做成了两周的萨霍夫跳，这套节目当中做成了的三周跳一共只有三个，分别是萨霍夫三周、后外减换三周和勾手三周，后面的那个再加一个连跳接这个后外点名的三周，那个连跳分值还是不错的，是有个十分的分值。教练是卡柳科瓦，好，来看一下他的这套自由滑成绩。技术分43.59，节目六分50.30，自由滑成绩是93.89，两套总分是148.34，排名第二，而且比关金凌的成绩低了将近34分。Thank you.